我实名举报，昌武是赵孝生家族，是无恶不作的犯罪团伙。就算咱赵家这块钢板，我也要凿一个窟窿出来。当年琼崖五号矿矿难，很可能不是一个意外。没有八兵，他们什么都做不了。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更强的。你以为你掌控了自己的命运？你是昌武唯一的阳光。正人，正物，替死鬼，他马上就要招了。中间发生什么了呢？在昌武啊，只有顺着赵家的人，我的父亲。你爹是昌武皇帝啊！你是怀疑我的内部人吗？赵家这个案子处处是陷阱，我们这里面不能有人掉链子。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证人查一个死一个，线索摸一段就断。您赵家是真厉害啊！与神斗，你不行。好大一个！